大家好，我是伍秋峰。我们现在到哪里了？尖六园，金泽尖六园。那个，哎、欸，对哦，今天我不能这么疯狂的抓。经过三天的奋战，我今天要洗抓，因为我的球真的快没了。大家看一下，本来我都是两三百颗球的，现在只剩二三十颗球。还好这边补点蛮多的，我今天就转转点洗抓，好不好？好惨哦，太可惜了。本来是因为想说我的星辰不多，所以才拼命抓、拼命抓、拼命抓，结果没想到现在球不够多，现在也只能，好吧，我们走吧。近景、水景，你看有水景，你看它倒影。连倒影都拍得到呢，这里很漂亮呢，很漂亮呢。那里还有哪里美丽的樱花倒影呢？很多人在拍照哎，嗯，我们也拍一下。拿这个拍啦。哦，可以。哦，这边还可以看到金泽市区哎。哇，这一颗开得好满哦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在我旁边这个女人非常坚持，说要去打那个黑蛋拉蒂欧斯。有人抓射我哎！她很坚持啊，不知道有没有人陪她打。我们过去瞧瞧。到了，到了。我加入就有一个了。阿比说要打，有没有？就陪你打，就只有我在里面。四个人，我要拿出满满的实力。为了让阿皮打下这一个可以抓，四个人真的太拼了。派出你最强的那个裂空座。这个超梦没有用，没有这么强。超梦不会上，派出你的裂空座。不知道通通都可以打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到第四轮，那个兽都变烂了。你死第四轮了？没有，第三轮啊。Yeah， 打赢了！啊，好紧张。又要开奖了，开奖！哎呦，五个金莓果！开奖，开奖！好了，十六颗球。哎，哎，二一五六还可以，最后一颗。跟我比较，一下，两下，有了，有了，最后一颗，最后一颗。啊！哦，吓死我！哦，有就好，有就好。哦，太惊险了。七级。你再说一次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一颗金莓果都没有，就是要去打两星、三星的来收集一下金莓果。你怎么那么悲惨啊？你可以去解任务啊。解什么任务？解那个田野任务啊。田野任务。就是拿金莓果的任务啊。我现在什么没有，我现在连球都没有。我现在就用暗暗解决，有没有抓宝神器？一颗球有中就有中，没中就叫他滚。不要浪费我这么多球。有幸遇到，色尾，色尾怎么办？那就有要得就得，不得就算了嘛。我现在已经采开放的态度了。自从经过昨天的被那种就是豪门洗礼之后。氪金了不起，氪金了不起，洗礼之后，我觉得
没什么了不起，有没有？没有就没有，就算了。欣赏一下美丽的风景，人生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会不会这样子按一按，结果回去就发现，哎，我怎么多了一个色纹？啊，鼻翼多了一个红色纹。对啊，我会不会这样按一按，回去就多了一个色纹呀？会不会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金箔。金箔冰淇淋。重金属中毒啊！吃啊，吃一口看看，看有什么感觉。要拍照。好，我帮你拍。好，吃下去是什么感觉？哦，你嘴巴有金箔哎，看一下是什么感觉。我中毒了。那个金箔真的超薄。阿迪，我抓到蓝狐狐了。用按按抓到的，就这样一直按一直按，莫名其妙就抓到了。现在我们在哪里？现在在哪里？河掌村。在河掌村了，等一下就会走到河掌村里面。哇，我们走进去再给大家看一下。可以拍到浑然忘我，有没有？拍到浑然忘我，这里就是河掌村了。河掌村是世界文化遗产嘛，对不对？哇，那你知道台湾有几个世界文化遗产吗？一个都没有，因为台湾不是联合国会员。啊，真的真啊，这个尝试也要有嘛。对啊对啊，你不是有尝试？哎呦，秋嫂不开心哦。来到河掌村，不忘抓神兽，说不定这一只就是兽王。哟，开奖了，成三颗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哎，没有。二一一五，好烂的，好烂哦 ，CP 好低哦。你也多高吗？也比我还低，哈哈哈哈哈！好了好了，放轻松抓，放轻松抓。我被抓了。Gacha， 太好了。河掌村，然后富崎县白川村。阿迪，我们现在到哪里了？合同没有了，这里是上高地，再往前面走一点才是合同桥。嗯，然后好难走。还有那个我没有办法再按按了，因为我的红球已经被按完了，我的按按不行了，没有作用了，太可惜了。给大家看一下四周围的环境。看地板，感觉就很危险。慢慢走，前方就是河通桥了。好冷，好冷，好冷哦！哇，水好清澈。你看，水很清澈，对不对？哇，好夸张哦！来人啊，快来阻止秋嫂失心疯啊！哎，来人啊，快来阻止他！神仙住的地方太难了，阿秋不行了，阿秋的手冰了。神仙都住这么冷的地方，我觉得好，我不是神仙，我不行了。哦哟，哎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野生动物，是野生动物哎、欸！有没有看到猴子、欸？
毛好长哦。哎呦，猴子爬上树了，可以呢。哎呦，它在吃树上的果子哎。原来我们是动物星球频道，好有趣哦！我来跟猴子合照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好啦，今天差不多就到这边，好难哦。今天就抓到一个色尾虎狐，莫名其妙抓到的。对对。所以我应该要继续的多转一点球。对，今天习抓，今天的策略是习抓，就点进去不是就跳出来了，没什么再抓，然后重点是要多转点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，有点冷，等一下回车上了，太冷了，我受不了了。拜拜了。